你们干什么？有事情吗？奉命搜查，给我仔细的搜。 すいません、幸子さん、機関長の許可は？買い物に行くだけよ。すぐに戻るから。すいません、先ほどの命令により閣下の許可がなければ誰でも出られません。そうなの。いいわ。私が機関長に話すわ。報告通信機器が見つかりません。報告通信機器が見つかりません。報告異常がありません。報告異常が一切ありません。報告異常が一切ありません。撤収。はい。 幸子、お前本当に裏切り者だったか。日本から中国に連れてきて長い間お前のことをずっと信じていた。でも幸子、貴様は潜伏している悪魔だった。本当にがっかりさせられた。違います。私は国際共産党の一員で、 世界平和の信奉者です。あなたこそ本当の悪魔ですよ。早く止めるんだ。敗戦をこの目で見られないけど、その日はもうすぐ来ると確信しています。バカ野郎。
吉野君。はい。今すぐ幸子の家で待ち伏せをしてるんだ。もし予想通りなら幸子の仲間が現れるはずだ。幸子さんと仲間たちの合流ですか。とても危険なのでは。いや、幸子の身分は最高の守りだ。あそこは安全だと思っている。今は幸子がバレたと聞かれてなかったら最も理想的な状況だ。はい。いいか、絶対生け捕りにするんだ。今回は必ず敵の諜報組織を潰してやる。はい、行くぞ。怎么昨天没见有鸽子？王组长，鸽子传说，来，你们先研究，我去望风。雷震有危险，等一下。我跟你一起去。我也去。我也去吧。人多容易暴露。这样，一个小时以后，如果我没有回来的话，你们带上电台，马上出城。走。哎，怎么办？Thank you.
出你要发出去的电报，我会让你死得痛快点。八哥，機関長閣下、残念ながら逃がしました。やめろ。これから捜索するんだ。報告します。鳩の行方から見ると何か所かの建物を見つけました。こっちの人が目標へ向かってます。各城門は厳しく検問しろ。怪しい奴がいたら必ず捕まえろ。はい、はい。这次又来了两只鸽子，但是都没纸条。坏了！啊，出事了！怎么？别问那么多了，雀雀拿电台。是。驴子，通知所有人马上撤离。好。他们应该不会想到我们又回来了。往往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照这么看，客栈早晚不安全。刘闯他们跟他们说了，如果一个小时以后没回去，就在城外集合。出城吧。報告します。逃げられました。確かに出たばかりだ。追いかけろ。はい。
电台对我们非常重要，是我们联系上级唯一的办法。兄弟们，见机行事。是。江震，搜一下。站住！什么东西？过去吧。你过来，给，走。这是我的通行证。好了，走吧，走。都举起来。这什么东西？这是衣服。你的通行证。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太监，这是我给我爸买的药。哎，谢谢太监。站住！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太监，这个呢是我给我爸买的一点药。天成，拿出来看看。叫什么名字？我姓刘，名叫。怎么说？现在只知道，在小东山附近有一伙不明的抗日武装。鉴于时间的紧迫，组织上批准我们与其取得联系，联手刺杀伊藤。
不明抗日武装。善意，我们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办。这些刚刚在你这儿安家落户的朋友，就麻烦你了。敵の損害はひどいが、少数は城外に逃げ出したようです。責任は私にあります。大体の状況はすでに分かった。すべてがお前のせいではない。本当に敵が強く凶暴すぎたからだ。今。行動部隊の残りは未だに伊藤教授に対して脅威だ。あの男がまだいる限り我々を脅かしている。報告。これは今日の電報を解読したものです。お願いします。小藤さんの。小藤さん。吉田君、まだ小藤さんの残存分子を覚えているのか。当然です。彼らの部隊を散らせた後に一部の人が小藤さんに逃げ込み瀕死でした。これはさっき手に入れたばかりの密電だ。敵は不明武装に命令し、小藤さんの高連部隊の残存分子と連絡をしているようだ。私が間違っていなければ、この不明武装は場外に逃げ出していた行動部隊の残存兵力だ。彼らは小藤さんの残存分子と連絡し、目的は教授の暗殺計画を実施することだ。高連部隊と残留部隊をこの私に討伐をさせてください。うん、吉野君、すぐに部隊を連れて小藤さんの周りに伏兵を張れ。今メンツを取り戻す時が来たようだ。はい。前面就是小东山了。走。来这儿找人呢。找什么人？三八式步枪。你们应该是抗联的人吧？我们也是杀日本人的。他们有家伙，把家伙卸了。枪已经给你们了，可以带我去见你们队长了吧？那这样，老规矩，把眼睛蒙上。长官长，
就是他们。怎么称呼？赵连达。赵队长，我们今天来是有事情想找你帮忙。凭什么帮你？因为你也杀日本人。那是我的事儿，跟帮你们没有关系。日本人秘密研制的细菌武器即将成功，雷组长奉命将其研制人员击毙。如果他们成功地将资料运回日本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这颗脑袋日本人早就想要，谁知道你们不是骗我的？都是中国人，没必要骗你。会说中国话不代表你就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会讲中国话不代表你是中国人。说得对，虽然叫日本人，也不一定都是人。赵尚志将军的队伍后来怎么样了？都进山游击，下落不明。不用多说了，我信不过你，更不会让我手底下这些弟兄们跟着你们一块儿去送死。说了这么多，说白了还不是怕死？你说什么？日本人我们杀的多了，从来没怕过。小熊，你在这儿激我也没用，我始终信不过你。趁我现在还不想杀你灭口，赶紧滚！你以为你们躲在这里，日本人就真的找不到了？你这还真提醒我，要把你们放了，日本人还真就找到这儿了。把他们关起来。上。赵尚志将军的队伍真的今非昔比了。张、连、达，全是日本人。赵尚志将军救过你的命。什么人？1942年的2月，赵尚志将军从苏联返回东北境内，准备袭击梧桐河警察分所，却不幸地被叛徒出卖中俘了。他被捕之后，英勇就义，但是他的手下全都安全撤离了。听说是赵将军救了他。赵将军为国捐躯后，他的人全都躲进山里，但是仍然与日军周旋。而这些人就是你们。刚才我摘下眼罩的时候，我听到你旁边那位兄弟跟你说，赵团长，就是他们。可是你自称赵连达，我断定你是为了纪念某个人才改的名字。你身后供的那个牌位，应该就是赵尚志将军的吧？那顶伪满警察的帽子，应该是当年那个警察分所所长的帽子吧？你们杀了他，拿着这顶帽子来祭奠赵将军。哦，对了，也许使双枪不是你的习惯。这个习惯应该是赵将军的，所以灵台上才供奉着两把手枪，那是你们在供奉着赵将军的习惯。可是赵将军英勇就义后，他牺牲小我，不是让你们苟活在这个小东山里头，他想要你们继续杀鬼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没有理由拒绝我一起去杀你的，因为赵将军当年救的人里面
就有你。当年死的人应该是我。不会中那一枪。如果伊藤真的把资料带回国的话，那么整个东北三省，甚至整个中国，将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如果赵将军还在的话，我相信这是他绝对不会允许的。赵将军的遗愿就是杀钦差了。队伍和雷组长一块打狼去。是。现在该做的是想办法怎么带大家冲出去，之后再上我也来得及。跟鬼子拼了！等一下，这个时候日本人最希望我们跟他硬碰硬的。没错，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从这儿出去。后边有条密道直通山脚下，但是里边并不宽敞，所有的人都从那儿走的话，日本人一个手雷就全完了。我知道了，我带着我的人到门口吸引鬼子去后山，你带着你的人走密道。我们两个女的跟着你，踏实了吧？我不是那个意思。别耽误时间了，走吧。走。小心点。木都没有，就剩这个灵位了，我必须得回去的。等一下，我跟他一起，一起去。你们下车，快走。所有人听好了，后山这么广，日军不可能展开地毯式搜索，前面那片深草全体散开，捡落单的日军袭击，抢到军服后反向突围，西北方一里处集合。记住了，都别慌，天这么黑，只要你穿上日军军服不张嘴，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是是，明白。散开。散开！
기다리는다. 이게 没事吧？跟我来，起来。驴子他们几个还没有到啊？ 2分钟。